晒下族的美少女，晒下族的美少女。我们还要先看到我妹吗？你有看到我妹吗？不掉。你有看到我妹吗？我看到她跟你妈了。你是塞夏族的朋友，哈哈，笑容非常的甜啊，非常的灿烂，啊，你是读书几年？读几年啊？国中一年，国中一年级啊。然后你是第几次来我们这样的海林记的盛会呢？他说他有六次，你也有六次啊？那你是从你两岁三岁就开始了？是啊。是父母跟你说的吗？不是，你肯定不记得啦，两三岁的事。是父母跟你说你啊，你是几岁几岁来过啦？什么时候？是不是？啊，觉得好玩吗？哇，好热闹哦！哇，还有很多东西吃哎！哇，这到处都是那个小摊啊！我刚才吃了一个那个叫什么麻辣鱼蛋，哇，好辣好辣，喷火一样吃了以后，很辣，不过很好吃。还有一个吐司，非常好吃，那个味道非常好吃。有吃过吗你啊？有啊。觉得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啊！啊，有什么推荐呢？有什么好吃的推荐给我们的网友啊？以后来到，或者说明天叫他们，呼吁他们明天过来。有那个。我们最后是明天晚上嘛，是不是？对。就是昨天开始，今天还有明天，就是11月19号到21号三天，是吧？啊，要呼吁他们快点，快点呼吁他们过来，啊。很多好吃的，香肠、热狗、饮料那些的。有没有特别的？这些东西好像到处都有。我刚才刻意挑的这两个外面比较少的，有没有一些特别的？比较特别的，你们塞夏族的特别的食物有没有在这里可以吃得到？有卖那个马奥蜜茶，那个风俗脚铺那边有卖。什么叫什么？马奥蜜茶。马奥蜜茶，我听都听不懂。哦，披萨。蜜茶。哦，蜜茶，那是饮料喽。对，饮料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好喝啊，好啊，那多谢你推荐哦。啊，然后现在我们现场这边在跳舞哦。你有没有去跳一份啊？有啊。好像我看他们就是围着圈圈哦，围着圈圈，然后这个舞步是特定吗？有特定的舞步吗？有啊。嗯，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怎么样跳法？就是手打开，手打开，踩右脚，踩右脚，踩左脚，踩右脚，踩左脚。他可以示范一下好不好？他是这里的舞。对，示范午后来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，来，手部动作没有的，那个什么，绑那个草的旁边啊。我脚趾头我又不熟。就是这样，很简单的哦，没有什么变化的哦。哦，那个如果到下半夜的话，它会有变化。哦，这样的。下半夜为什么要到下半夜呢？因为他们之后会有跑步或是有跳。嗯。就大概是。昨天也有跑步。对，那是跳舞还是跑步呢？一边跳一边跑步。那是泡跳是吧？跳泡或者泡跳，一边跑一边跳舞。好啊，谢谢你的示范啊。你叫什么同学啊？姓什么？钱同学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
好，我们的钱同学介绍完他们的赛夏族这个矮灵祭的舞步啊，那么这里的话呢有很多车的，哇，哎，对，油换，油换，这很多这个原住民他们都会吃这个香肠，哇，这个好像是，这个是猪肉还是羊肉啊？还是，哇，洋葱炒，洋葱炒什么肉了？这个是，炒猪肉应该是，炒山猪肉，洋葱炒山猪肉。原住民的山猪肉是特别好吃的，啊，非常香，大家可以来尝试。啊，我们先拍了这里的，有些什么好吃的，然后我们就到会场去，看他们这个跳舞。那边还有，啊，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。很好，没有这种天气最好。嗯，好，我们往回走了，往回走，然后就进入会场。生病了。我有一年真的就这样了。哇，我刚才吃了那个土塞汤，是当归土塞汤，吃了流汗啊，哇，非常的感觉非常补。马澳奶茶，蜂蜜水，槟榔，草原吃鲜油鱿鱼，他们叫什么？叫马告，马告，大鱿鱼也是叫大鱿鱼，哇，很香很香。关东煮。嘿嘿，谢谢谢谢，好啊，试一下啦，试一下。这个是豆干吗？豆干哦。你们原住民的，经常会吃的吗？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。啊，然后经常会吃这个吗？家里边会经常吃这个吗？不会，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。哎呀，但是平时会不会经常吃这个？经常吃吗？还是不会？那什么时候才会吃啊？像这种祭典，我们就会开始做。嗯，像有节日啊，有一些节日，有些什么特别的日子，是吧？还会做，平时不做的。平时有可能会有可能。有客有什么？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不会。嗯，你是赛夏族的吗？啊，好帅哦！啊，小帅哥啊，谢谢谢谢介绍，很好吃，确实很好吃。他们在关东煮啊，在台湾那个 7-Eleven 里边不就有吗？这个是吧？这个是白萝卜啊，鱼，这个是鱼片，还有其他什么东西？这估计关东煮应该是从大陆那边传过来的。有些小朋友玩游戏的地方，跟大家玩游戏。先吃，你在那个玩具，在那边玩具。啊，这里有人搭帐篷在这里睡觉了，搭帐篷睡觉都有。对，他这里应该是会通宵的，搞通宵。啊，这里还有冰淇淋。双麒麟，Hello， 啊，我们的赛夏族的美女啊，我们这里都是美女，是啊，好多美女啊，啊，是不是特别美？哎，你这套服装是你们的传统的服饰是不是？然后是有特别的日子才会穿的吗？对。你穿过几次了？我穿过不知道几次。
没有新书。没有统计过，但是不是经常穿。上一次穿是什么时候记得吗？去年。你是在男装还是在外面回来的？在头份。哦，在头份，那很近啊，头份也跟这边很近啊。在头份读书，现在是读什么高中还？国中。国中，国中就等于香港大陆说的初中。我是香港来的朋友，好吧，我现在访问你了，会放上那个 YouTube， 你知道吗 ？YouTube 你知道啊、哦？不反对吗？那好了，以后你老了以后你可以看回来。哎呀，我年轻的时候接受过香港的朋友访问啊，然后放上 YouTube 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的哦，像小公主一样哦，你长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公主一样？有人说我长得比较漂亮，没有说像公主。那我说你像公主。是啊，是很漂亮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帅下族的公主，真的，哇，三个小美女都是国中生啊。烧蛤蜊，臭豆腐，这里现在这个好像夜市一样啊，烧酒螺，哇！哎，你感觉你好像不是塞夏族的朋友啊？我半个塞夏族，就是一半一半，哎，一半一半血统，一半是客家人。是的，我三个血统哎。哦，闽南人，哦，客家人，半个塞夏，塞夏，三分之一的塞夏，三分之一，全部都是三分之一。那你不是台湾的，我的口音出卖了我，经常。你香港来的？哎呀，你们是澳门来的？你们台湾人都太聪明来的哦，太聪明，经常把我拆穿了。一下子你是偷渡？偷渡，对，我从地下钻出来的。是这样吗？是，地下钻不出来，都海上来的。这个夜市里边也有啊，这个、有啊，是，这个配酒好啊。哎，这个送酒最好了哦，配酒最好。你是网红哦。没有啦，我还没红。你在直播？我现在在，不是我在拍，我会放到我的 YouTube。哦，对啊 ，YouTube。对，有看 YouTube 吗？有吗？那可以订阅啊，订阅啊，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上镜啦。不要，我太帅了，不要一直看，看了晚上做噩梦。喂，做噩梦不会啦，我怕太多花蝴蝶，看到自己太多美做噩梦。太多那个美丽的花蝴蝶跑过来黏住你了，是来这边玩的、哦。是啊，我在做环岛，做环保，环岛，哦，环岛游，哦，环岛游。我经常说环岛，人家个个都说环保啊，环什么岛？环岛游，但是我已经完成了。导游还是导游哥？我已经完成，我现在是已经从台北出发，一月份。然后呢，二月份开始驾车自驾游，哦、然后到现在我又返回台北了，一走一圈了，走了十个月了，一走十个月才走完。台湾都给你摸透了？没有透了，我认为才走了5%左右了。共产党渗透台湾，共产党敢像我这样来渗透，早就被割了、被杀、被抓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每个乡镇都有去。没有啦，没有重点的啦，自己觉得十个月才走重点。对啊，但是我会停留，比如我在男装停留两个多月。哦，停留那么久。喜欢男装啊？是吗？啊，差点移民来这里了。好山好水好无聊。哎，不无聊，对，这里天天喝酒。对，各个的朋友都哎天马，这每天晚上都叫你喝酒来到这里。
大家你说无聊吗？无聊吗？喝酒了就不会啊，这边热情如火，对，热情如火，但是呢天天喝酒了也很累很累是啊，来这里喝酒不能拒绝，是，对对，人家砍下山哦，是是是是是，好，我继续拍了，那个这条片已经15分钟了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待会呢我们抓多两个帅哥啊，塞夏族的帅哥来拍来介绍。马卡龙。马卡龙。大肠包小肠，有你鸟蛋，这些很多夜市都有的，不稀奇不稀奇。哇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对 Hello， 可以接受访问吗？这两位年轻人啊，比较保守，比较保守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接受我访问。荷花荷法小米酒，祭典酒啊，哎，传统小米酒祭典酒。小米酒，台湾的酿酒哦，都是不能够私人酿酒，你自己让人自己喝就可以。自己酿的酒不可以卖的，所以这些都是合法有牌照酿酒的酒厂才能够酿的，然后才能够放在外面这样出售，所以这里特别的说明它是合法的。那刚才我在这里吃了一个非常棒的土塞，这是那个当归土塞汤，很好吃。我现在来报道你这里了，报道你这里。哎，当归哦，那里边是用当归哦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哇，我吃完之后我满身汗，是哈，好，太补了，太补了，一身大汗。Hello， 啊，我过来拍片采访了。你们两个上 YouTube 了，啊，很好吃哦，哇，这个土塞，哇，我吃完之后呢，满身汗，哇，太补了，很补，很补，太是要要出火了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哦，这里了，刚才我还吃过一样哇非常棒的食物，让我吃了以后我想起了香港，想着香港的辣鱼蛋啊，非常好吃，香港的辣鱼蛋，这里的辣鱼蛋也好吃吗？这里的辣鱼蛋吃过没有？好辣的哦，哇，我刚才吃了，好辣，这麻辣鱼蛋非常辣，非常辣，不过很好吃。啊，你们是塞夏族的哦？是，对，塞夏族。塞夏族的，哇，小美女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那个，你在等吗？在等着吃吗？等着那个，哦，非常好吃。哦，哇，这个是姜黄吗？这是普通姜吗？还是姜黄啊？啊。高山的姜哦，真棒真棒，哇，这个非常好吃，因为我已经喝到腰了，不过很辣，真的很辣。对，这个你这个辣不是一般人受得了哦，麻辣，对，很过瘾，但是我受得了，吃了已经试了，非常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哦，麻辣鱼蛋，哇，我没有想到在台湾可以吃到这么 Q， 这么糖口，我们叫糖口的，这么糖口的麻辣鱼蛋。
哎呀，很棒很棒，这里有不少的原住民的一些料理，特色的料理，非常棒，非常好吃。他们最喜欢的用这样的一个大的烧烤炉啊，圆的烧烤炉来烤肉，烤大肠，哇，这香肠非常巨大，吃一个就饱了，吃一个就饱。好，那是我的。冷蛋，冷蛋呢？难吗？哇，这么大块啊！嗯，好香哦，非常香。哎，他们那个吃烤肉会放一些大蒜，会放蒜头，会放蒜头。哇，非常的美味，放了蒜头，这个嘴巴很刺激，吃下去。丝木鱼汤。哇，这个鱼丸好大哦，好大好大，你这个鱼丸吃两个就饱了，这么大，一碗多少钱啊？哎，50块而已哦，50块有几个啊？50块吗？啊，你要给你四个，哇，这么平时的话呢，正常的话，哇，真优惠，好，谢谢，啊，要吃我再来啊，谢谢，拜拜。如果真的不漂亮，汤米粉、葱烧牛肉面，到处都挤得满满的，吃的人很多，吃的人很多。我在这里，我看到很多朋友的，好像很熟悉那个脸蛋，很熟悉。哇，来，拍你们两个小家伙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！哎呀，刚刚哎，小帅哥来，我问一下，你是塞夏族的吗？你们两个泰雅族的啊？你泰雅族的？哎呀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来这里玩吗？啊，喂，问一下你说你是泰雅族的？对。从哪里过来啊？鹿场哦，对，鹿场泰雅族的。所以我们这里呢，向天湖在过去就是鹿场啊，那么鹿场那边的话呢，都是泰雅族的朋友，所以他这里不只有塞夏族的朋友在这里，还有泰雅族的朋友在这里，泰雅族的也有泰雅族的朋友来这边玩。嗯，啊，我们现在呢拍完这里的食物，这个塞夏族朋友在这里卖的食物之后呢，我们就去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我先这条片先那个终止先，然后再跟你聊天。好，待会再来对。好，来，我们待会呢再去那个拍现场那个祭典里边的情况。好，现在这条片到这里为止，谢谢收看。